全能一飞废武迪小姐第151集。那我们就做个见证人好了。人群中以百里星华为首走出了五个白发老翁，他们是药尊堂的顶尖存在，都是十级的炼药宗师。为了公平，我们也出外一下好了。朱一群身后也走出了五个老者，他们身穿红袍，衣袖间皆绣有一朵金色的曼陀罗花，他们是毒宗的十级炼毒宗师。江子生眸光微微变得凌厉起来，唇角向上挑起，看来这次比试的确是声势浩大，毒宗、药尊堂、皇室都来了。随着一声开始，江子生